下。你搞什么呀？是来野炊的吗？在香港这些没用的呢，当工具人都整明白啊。这谁能想得到你会要弹夹？不带干粮，饿死怎么办？撤，收拾装备，换个地点。有兽，师徒反常必有妖，赶紧找个地方躲躲。你俩脑袋这么大，胆子倒是小得很。哎呀，撤！我兄弟被你们关哪儿了？啥兄弟？还敢装傻？精彩啊！这就是尺寸短小的劣势，没辙了吧？咱们不要脸，这么胖居然用纽扣电池，到底是谁？在下是蚁族当红英雄凯撒，可不要小看我们蚁族的力量。不知道现在蚁族崛起了吗？在左下角的蚁族崛起里，开局必出工兵蚁，还能掏地道挖别人老窝。点击左下角链接进入，还能领100颗虫丸，孵化出以后直接吞噬，进阶200级。你们都快玩玩吧，好好培养一下战斗策略。你知道的也差不多了。慢点，英雄，你是不是落我薯条上了？既然如此，多有得罪，告辞。问题总算是完美解决了。哎，我们包呢？